是要来逛夜市，也不是要来逛庙口，我们的线索这里。基隆回头率超高的男人，他有签名哦，王杰对不对？有，我们慢慢看，到底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谁，好不好？整只猪哎！哦，他可以要要，我小钟啊！哦，哎，哎，你这烤乳猪好好厉害哦！这烤乳猪是要烤多久？多长这一只啊？啊，七个小时啊！哎，我可以试吃一点吗？哦，你看我会小钟，哎呦，哇！你看完这烤乳猪，哦，好好吃哦！真的吗？牙根。快走点，这啥的，我啥的，它那个肥肉那个胶质，它本身瘦肉那个嚼劲，它加一点那个胡椒盐，哦，比巴厘岛的好吃一百倍。假的，真的好吃，高起来。哎，今天我来逛这个庙口，都还没有看到这家店。没看过这个，这是蛮最近才出的。谢谢，谢谢。有没有？好吃，一点那个猪的腥味都没有。对啊。好好吃，我觉得我这块有点油脂，还不错。好棒哦，配草根绿女孩哦，绿女孩哦，干波拿。哎，我过去问干草根了，草根秀敏姐，回头率超高的啦。王姐，好，王姐，麻烦他吗？拍水你们发来，啊，你唔知，我唔知。好，多谢二草根，祝你生意兴隆哦。谢谢。要问谁啊？哇，哎，这旁边，我们往前面走好不好？好。等一下，来，你看到过这个人吗？基隆回头率超高的男人，王杰，有看过？没有。完了，哇，这次就是一头莫展。完了，这次出了难题，根本没有人看过这个，而且不是，你正脸就算了，你还是背脸。背脸谁找得到啊？太难了吧？没看过，没有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帅哥。就王姐，哎，你有看过这个男人吗？基隆回头率超高的男人，王杰画家在前面呢。画家，他是画家。是啊，那为什么回头率会那么高？因为他画的很多东西很特别，像有一家星巴克，对，在文化中心对面那一整栋里面的那个设计就是他画的，都他画的。所以说他是个艺术家。对。哦，好特别哦，很特别。我们去找看这个艺术家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在前面。哎，大哥，哎。请问一下，你有看过这个人吗？有啊，他是什么人啊？他是王杰啊，工作室对吧？对，啊，在对面上，他在那边有看。OK， 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哪里呀？他说在对面。这个，哎，谢谢啦，就王杰啦。哎，你好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王老师。认识啊。他在哪里？可以跟你说吗？可以。拜托你跟我们说，他又不是通缉犯，为什么要？他没有讲，我就随便跟你说他在哪里，到时候可以啦，可以。拜托，他在楼上啊，就在隔壁楼上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不是啊？看出这个吧。我们走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好神秘哦，看他画的耶，而且他接机跟我画。哇，哎，这地方真的好有艺术气息哦。哎，没有路嘞，上面是一个像阁楼的地方。他不会在楼上吧？可是感觉我是一般人进不去。把手都已经没有了。那可是你看像光哎。光吗？还是吧。可以。哦，你有洞天哎。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重点在哪里了吗？这阁楼都没有冷气对不对？对。开冷气睡觉。拜托你，拜托你，好热。哦，好舒服哦，对。哇。哦，你呢？哇，没有洞天呢！这地方好漂亮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？西班牙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哇，好棒哦！是不是？要不是这么有名的一个基隆才子，我们怎么敢这样子丢线索呢？基隆有一个特色，很多好东西藏在巷弄里，而这位在地画家写英侠之余，最大的兴趣就是专遍基隆的大街小巷，还因为这样成了观光的代言人。要知道基隆有什么最新最好玩的，找他就对了。这次他又要带爱玩客去什么令人吃惊的地方呢？这是在基隆吗？不可能。这个是在那个米兰，那是基隆有一个地方跟这边有一点类似。各位观众，这不是开玩笑的哦。现在我们王老师他说，我们基隆有一个地方跟这个意大利的米兰很像。
虾米，连旅游书都没有提到媲美时尚之都米兰的购物大道竟然在基隆。王老师，对，现在你带我们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这边就是委托行，基隆非常有名。委托行，你们年轻人应该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啊。我妈妈以前呢，就是到这个地方呢，买一些舶来品，然后回去阳明兰地方卖，很多日货啊，或者世界各地的货会到这个地方来。对啦，我有听说以前基隆是港口，所以大家都在这边买卖。对啊，只有这个地方有进出，有进出，其他地方全省都跑来这地方。所以全那时候这里是非常繁华的。我小时候来到这里，我就印象中我一直要吃那个日本的糖果，很早以前那个 M&M 巧克力还没有的时候，我就在吃。是啊，它那个还是用一条纸装的。难怪你现在是你小妈妈，真的你想妈妈好。我妈妈就在家。哎，大家，我们好来逛一下这个委托行。哎，大家现在这里呢也慢慢的变得不一样。我以前看起来比较多像这样，但现在它比较文青文创的咖啡厅。但是现在重点来了。王老师，我们要找这个像那个米兰一样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很难发现到有哎。对啊，主要就是这个意象，它的那个遮雨。哦，这里啊。哦，下面是不是？对。哦。我知道。再会吧。还要想象。哦。艺术家嘛，艺术家。下面都。艺术家。我跟你讲。小时候看的时候就是像这样，看起来是相似度有70%哦，你眼睛这样看相似度70%。你们三个不读书的人有什么资格取笑王杰老师？他现在带你们来的这条委托行商圈以前可风光了。几十年前的基隆港是全台唯一的美军补给港口，许多远洋渔船从国外带回来的舶来品就只能在基隆入关，委托行这个行业也就应运而生啦。当时所有最新潮的商品这里一应俱全，商圈里人潮拥挤的程度可真是不输给米兰哦。随着1979年贸易和观光开放后，这个委托行商圈渐渐凋零，直到近几年全台湾复古意识抬头，一些年轻的店家重新入驻商圈，开启了几间有趣的小店。王老师接着就要带大家深入巷弄内，找到一家他首次在媒体上推荐，吃惊指数破表的好店。哎，这里有家。好吃惊之旅最高潮，恐怕大多数基隆人都还不知道有这样一家好店。我觉得你这个地理位置很好哎，这地理位置旁边就是他妈店，哎对，他妈店，所以说他要什么吃就到旁边去拿，抓过来那鱼都是还是在跳，人间美味，它的干贝非常的新鲜，真的是入口。你看他们女生一口吃不下去，